的意愿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没事没事，那个啊，我们一块去的情况下，你们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一个啊？咱们不能打，要不你也不能走。然后就说我们去的时候，说在你们给我们打过的同志，我们就可以开，可不可以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情况。你们的视频肯定管用的，视频我拿，我没拿过。这个没有什么事啊，这样。